我还以为你会讲一下话。好了，开台。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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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点六，大家今天我们的同乐时间要来跟洋洋一起来玩游戏。这干嘛？跟你一起玩，我很难过啊。难过什么？你有难过什么？欺负我、啊？先哭一波再说啊！先哭先赢。比谁先落泪就赢了，这样子。洋洋没有玩过这属性是不是？嫩。对，哇，我是小萌新。那小萌新就来 Black Party。什么东西？什么要干嘛？Black Party 颜色跳舞王这个游戏呢，就是等一下我们第五，现在还没开始啊，进到里面我们第五个物品栏会显示一种颜色的方块啊，你位置就要站在那个颜色的方块上，咖喱。哦，好，反正就是看颜色挑颜色。站上去，对，咖喱。好，我尽量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要看你第一个时。哦，所以会直接，如果没有踩错会直接死掉了。没有、啊，你会有八次机会。八次这么多？对啊。要干嘛？哪里会写啊？第五个物品栏，等一下就会来了。叮叮叮叮叮。这个、哦。对啊，你不能跟人家站同一格哦。还有这样的、哦。对。哦哦，我看懂了。欸、你站同一格，你会不得了、哦。哦，很刺激的哦，会被挤下去是不是，很刺激的哦，不能站同一格哦。好好好，我尽量尽量尽量。你会看你旁边人都离你远去。大家都会故意不要踩。没有，是就是不想与你同在。你是不是要死了？哎、拜拜！我踩错，为什么那个那个是什么颜色吗？我踩错了。秒杀哎、欸、呀，你好厉害哦！你的视力真是棒啊！这个看起来是别的颜色啊，那个一样的。你要不要接受一下那个视力检查？真的，我睁大眼，真的是一样。这跟睁不睁大眼是无关的啊。就是当你有这个色盲，你这样睁大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原来我有色盲，我今天还知道。发现新世界吗？用心良苦，对啊，用心良苦，帮你检测马啾，帮你检测马啾。谢谢巧克力，好说好说啊。疾病吗？我这个人啊，那个麦块医生啊。他是会越来越小吗？不会，但会越来越快。哦哦，好 ，OK OK。那如果你刚好站到那颜色，就是你 lucky 这样子。没有，就是代表我是那个预言家。已经预测到是颜色了、没错。简简单单，哎呀，哎呀，傻乎乎啊，还怎么眼睛模糊啊？你们这样眼睛跟鸳鸯有什么差别？我眼睛我视力好了，我有点近视啊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太夸了吧？不会啊，哎、，easy， 哇，久久没玩，想不到我宝刀未老啊。所以你也很久没玩了是吗？很久没玩了。有大概十辈子没玩了、你也活太久了，你是九命怪猫，是比九命怪猫还长命啊？哎、不是不是不是、欸，我知道不是，但附近没有，这我也没办法。一开始的选择就错了，呦呦呦，咕咕咕。我也是第三名，好不好？你看场上剩两个人，有剩两个是哪个？我看你赌哪一个会第一？我赌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家伙吧。这个是哪一个呢？你快要知道了，欸就是这一个。哎、It's me, Hi Chocolate。刚刚是怎么回事？说好的选择呢？选择啊，选择我啊，Pick me。好好好，还选择别人，Pick me。放心啊，我也赌你是最后一名啊。才不会，至少有倒数第二。那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有多一名就好了。啊、不就好厉害？那是当给你拍拍手。我最棒，我有倒数第二名。你最棒。哎、这个是那个，这我记得。
那个、啊、对，因为你刚刚有玩这个游戏、啊、嗯，亏你有记得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什么东西？什么叫亏我有记得？讲的好像我记忆很差。那、啊、你刚刚自己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，哎、欸，是那个 Block Party 哎、欸，哦，刚刚有跟你玩过一场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就讲的，你猜什么东西？来哦来哦，颜色很多，选择很多。这里，哎呦，我踩到。哎呀，你会不会人家挤下去呢？没有人要跟你站同一格。没关系，这样最好。我尽量当边缘人。没有人。这是什么啊？哦，这个。简单。哎、欸，你完了、欸，你完了，你被人家挤，人家挤出去了。哦，是会推挤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一直以来都是晃点你的。哦。让你紧张一下。小心，这是什么颜色啊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好困扰哦、欸！怎么会有人在中间、欸，还是蹲下着？这么相信在中间呢、啊？我就说你要去看眼科，你还不相信我？我是麦块医生呢、欸。我是觉得我应该把材质包关掉了。不是，是你要去看眼科。为什么我刚刚找了半天找不到？好好的承认这事实吧。你根本没有在找，你根本就已经认定了。我看你是在蹲下来的，好吗？没蹲下是习惯，不行这样子。蹲下就代表你已经认定在那里了。其他人还很努力在跑，他们错过，我觉得还情有可原。我是那个来到新环境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马死掉的声音？哦，我以为是猪。哎、欸，玩好远好远好远，来不及来不及，跳、啊！来不及，太远了。我看到，拼尽我的老命了，好不好？我这100公尺跑20秒的，都已经拼尽老命了。20秒，那我跑21秒怎么办？你也太慢了吧！你也在跑啊你？有，我已经迈开我的小短腿了。你是用滚的吧？滚的说不定还比21秒还快。你也知道啊？那我以后那个测百公尺，我用滚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滚的，有需要也可以跟我讲，我负责帮你踢。这样子可以加速，有没有？后面有人踢你，有没有？你就会滚得越来越快。相信很多人愿意帮忙。跑完我可能要先去医院，记得先帮我叫救护车，再帮我滚。没关系，我觉得你要先看的是眼科，来，洋洋记得眼科。好，我再马上找时间去看一下。说医生，我好像有色盲，怎么办？医生就说没有救了。没有救啦，你就是啊！医生说：“哦，你怎么知道？莫非是有麦块医生帮你看？”最好是，你是不是跟那医生串通好了？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找不到！不是这里啊，不是啊，在哪？正中间。你有死吗？这什么颜色啊？我完全看不懂，这什么颜色？你也死了，在那边。我知道不是那个，可是一直找不到，他在正中间。一票哎、欸！对啊，因为他刚刚那一关颜色太花了，所以大家一直在找不到，想不到就在正中间。原来是在正中间啊！你有进来吗？有，有，跟在你屁屁后面。最后一局哦，最后一局你要好好把握喽。那我要第一个就掉下去。没有拿个前三，我们就直接关台收人。哇，这么狠！直接关台，收拾收拾，打包回家。我还没看医生，你不能这样子。啊、你现在看医生也来不及啦、啊，其实。这什么啊？啊？好好好，这么大一片，你问这是什么？是颜色？是你的脑袋是什么？我觉得是眼睛问题，眼睛问题。我在第一局我就跟你这样讲了，相信我好不好？没看医生，指点我。好，我有收到大神指点。你自己要靠自己。有我努力。你不能跟着别人，跟着别人就抓了。我有自己，我自己看，真的，观众作证。哎呦哎呦，哦哟，真的是跟自己哦。当然了，我要努力。哼，你只是还没有到花一点的关卡。哎、欸，啊在那里，嘿，跳起来好像。哇，你看我刚刚在那一区完全没有啊！还有一个即时判断，哎，还好即时判断。哎，哎呦，你走在那么远，哎呦呦，花喽花喽！哦，这为什么会有那个啊？那是什么？在哪里？跳，这里没错哦。
哦，哇，你这个脚站得这么好啊！当然的，啊，这小键锻盘游炼戏啊，有用。我觉得你快要不行了，我有感受到了。不要这样给我压力，我会怕怕。差不多就是这一 round 了吧？有，在这里，哎、欸，太太远太远了！我就说我是预言家啊！我在你开身一前场躲先过。预言，泱泱是个这个色盲，刚刚又预言你要败北了。其实你偷偷查过我的病史吧？早就 已我经被你知发道现你了，有问题啦！这样都被你看出来，看来巧克回力家非多等练练级吧之你。辈。我 靠，很可以，很可以。你看我们都哎、欸，这么简单，这太大片了吧？这个出刚门刚点也啊！有一个这么大片，然后有一个人说在哪里？找不到，我刚好找不在反方到，向，找不哎呦，到！哎呀哦，差一点，easy，easy，点，惊险一刻，哼，哇，身怎么轻如燕呐、会？啊！我拜托，没有，那个爆炸是什么啊？他有时候可以有道具可以拿，这可以伤害别人还是？不是，是让那个过的地多一点。哦，还有这样的，救来自己了的来概了来了。念。哎呀，直接站在对的位置上，这是什很么？可以，预言家？预言家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哇，我没巧看克到，我没看力到，哎呦！啊！我哎，直接全掉部分人一了，起死，也就代表全部人都是冠军。谢谢。好，你很棒，你最难棒道我们了。是冠军组合，还要跟你们讲吗？过。我是你的垫脚石。并不是，你只是路边的小石头，嫌弃好啊，垫好脚巧石克还要比力，较大颗才可以垫得上去。你是那我不种够走一大，走那个连踢都不想踢的小碎石。所以我不够大，我那我你可再以够大一大，点，你可以够大，又大又肿的大石头。大胖死在地上可以了吗？那我应该要吃多一点才可以当你的垫脚石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可以，现在就可以了。在 你自己说你想要当的啊，奇怪呢。被偷表了啦！吼，难你自过。己想要表自己的欸，你自己挖一我个坑就说巧克力，请把我推下去。我说好啊，义不容辞。原来是 M 属性的部分啊！来，这个是叫做垫地板王。垫垫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地板一开始它都是玻璃，然后是白色玻璃。那你踩过之后，它会变成蓝色，再来变成紫色，最后变红色。红色你再踩到的话，你就会死掉。是直接死掉哦。对，那这个跑酷是干嘛？趣味，等候。哦，这让你不要那么无聊。对。哦，了解了解。那它是随着你站的时间哦，你只要经过它就变蓝，啊，你站比较久。它就慢慢再继续改变颜色，所以最好就是一好，直移动。一直跑就对了。哎，对，哎呦，我这个材质包，我看不太出来哪个颜色是哪个玻璃。我自己都怪材质包啊，其实不是材质包的错，是你的马厩的错。一切都是眼睛的问题呀、材质包还想说啊，啊！说你清说。楚。不是我这个材质，我的玻璃它不是颜色区分，它是有花纹的。来喽，哦，来垫地板王，有没有看到一开始都是白色玻璃，来来，有很白很白，超白的。很白，等一下就不白啦。哎呦喂，丫有丫有看嗨，到你好啊，丫丫看不到嗨，看你不到，好谁谁啊，谁，看我跑到到没你看到前没？面呢、啊，让你前面都是紫紫的、啊，红红的、啊，哇，你跑很快哦，很快没哦。看到什么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有人呐、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看到。别跑这么快啊！不要，你走哇哇哇，走开。你后面其实有点可怕。也很危险。为什么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妈！直接看你死在前面。所以红色彩也是会死掉。对你，难哦。道我刚刚讲你把我当屁话？我那也自己死了是。就说哦，红色踩了会死掉啊！巧克力，你说的对耶，听我讲话，我就在听啊！你刚刚就这样讲啊？不是，我以为他是像那个 Happy 手一样会掉下去之类的，就是会控掉。踩到红色会死掉哎！我现在忘了啦，记踩错到红了。色会死掉，真的耶！我以身试法这样子。
哦，刚跟你有邀。还有谁啊？跟哦，另外一个。那、啊、只剩我们两个了。好像是剩你。